IT 设备与教育城乡校对团贺志强副导演，谢谢合作。各位来宾大家好，欢迎大家出席由精英大学华文学会主办第九届苏东非亚洲中学华语辩论公开赛。马上要进行的是本赛会G组第一场小组循环赛，我是这场比赛的大会主席叶嘉言，坐在我右方的分别是第十元兼计分员陈瑞佳以及林志轩，欢迎他们。接下来就让我们来认识一下今天比赛的双方辩手，坐在我右边的是正方代表队马来西亚水良文斯里伯勒同学，一辩廖静文同学，三辩莫明浩同学，四辩谢爱心同学，欢迎。坐在我左手边的是反方代表队中国广东东南市光明中学一辩曹楠同学，二辩刘湘欣同学，三辩唐湘婷同学，四辩易小伟同学，欢迎你们。当然除了比赛双方，马上要给大家介绍的就是今天的决定胜负的灵魂人物，也就是本场比赛的大会评审。第一位苏汉贤先生，他是海峡两岸辩论赛优秀辩手，不好意思我重复，2010年海峡两岸辩论赛优秀辩手以及宋山指导老师。各位好。第二位林汉龙先生，他是在地龙中华数学老师以及华稽对全国华辩负责老师，2014年全辩亚军，2011年雪龙八独中中学辩论赛冠军以及最佳辩论员，以及2011年精英杯团体亚军。第三位林子杰先生，他是前华人中学教练，2012年全澳大专辩论赛冠军，蝉联三届全澳大专辩论赛全场最佳辩手。最后一位百忙中抽空出席参与本次赛会，欢迎你们。本年度精辩九采用的比赛制度为二位高薪制，下来请允许我花一点时间给大家解说一些比赛制度。比赛上半部采用台湾二位高质询式的赛制，即正方一辩申论，反方二辩质询，反方一辩申论，正方三辩质询，正方二辩申论，反方三辩质询，反方二辩申论，正方一辩质询，正方三辩申论，反方一辩质询，反方三辩申论，正方二辩质询。上半部质询答辩环节结束以后，双方教练各有两分钟面授记忆的时间，给予辩手最临场的指点，然后将马上进入下半部的自由辩论环节，随后便是反方四辩总结，再到正方四辩陈词，比赛就宣告结束了。本次赛会的评决过程将采用2010年全辩的公开评审机制，相关的细则待会在评决以前会再给大家好好的介绍。在此特别提醒双方辩手，待会在限定发言时间剩下30秒时，大会将以一声铃响提示，当发言完毕时将以两声铃响提示。时间结束后，辩手需马上停止发言。好，马上开始今天的这场比赛。比赛的题目是：正方知难而退更需要智慧，反方知难而进更需要智慧。我重复，比赛的题目是：正方知难而退更需要智慧，反方知难而进更需要智慧。比赛正式开始，首先有请正方一辩一步讲台，你的申论时间为4分钟，计时将会给您开口发言后开始比赛，有请。谢主席，知难而退更需要智慧，进是有条件的，进需要一个合适的环境与成熟的条件才能前进，知难而进得有个结果，那样的进才会显得有意义，退的目的则是要保全实力，不是回避困难，而是做好克服困难的准备，并想办法谋略，最
送到司马懿的，送到魏延给司马懿，击退司马懿，项羽人般不敢出面迎战。司马懿却不中诸葛亮的计，虽心中愤怒，却选择了忍让，一直等到诸葛亮将军粮不足退兵时，才派兵追击诸葛亮的军队。司马懿的退让不是退缩，不是放弃，而是为了保全自己的实力，才能在机会来临时带来更大的成果。如果司马懿当时逞匹夫之勇向诸葛亮进攻，或许历史就被改写了。综上所述，知难而退更需要智慧。谢谢。谢谢专访辩解人物，请返到二辩上台致辞，时间为2分钟。对方辩友你好。好。乙方对难的定义是什么？难的定义就是遇到难题，就是很难去前进的一个问题。很难去前进，是现阶段很难去前进，还是我们永远都达不到？就是就要靠你的智慧去做决定，所以我需要停下来看一下你的战象。哦，我方只是问你这个难到底是难到什么程度。我觉得这个难的到什么程度并不是一个我们主要看讨论的一个问题，问题是在于我们要选择进还是退的时候，我们要哪一种是更需要智慧。哦，可是我方只是想问你，您方对难的定义是什么？是我们现在得，是我们现在做不到，还是我们永远都做不到？您方只要给出一个明确的态度就好。是暂时做不到，或是永远的做不到，都是。哦，那好，您方对智慧的定义是看清一件事情是否有结果，对吗？是，我们的定义是超凡的一种智慧，是要看透事物的真相，就是一种超脱的境界，对吧？对，而至于看透看事物是否有结果，那是智慧的作用。哦，您方认为智慧的作用就是可以看清事物的结果？对，因为智慧是有功效。好的，那您方对知难而退的定义是什么？知难而退就是你看刚才我方的一背景说过了，知难而退就是你看面对问题时你退一步想另想办法。哦，就是寻找新方法，对吧？对呀。啊，那知难而进就是不断的进，您方刚才说了，对吧？对呀，就是要哦，就是不需要寻找新方法。我方并没有否认知难而退需要智慧，但是知难而